起火的位置是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的重油催化裂化车间内。那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火场内腾起的火苗像柱子一样直冲向上。火的原因，初步怀疑是原料泵密封失效后引发的火灾。起火后，当地数百连市委市政府也启动了应急预案。当晚8点多，猛烈的火势。